大家好，我是 Real Life 的布雷诺，来自蒸汽朋克世界的配音操作师。今年是龙年，龙在中华文化里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存在，这么独特的生肖肯定是会跟其他年不一样的吧。凡事一定都可以飞得更高，望得更远。那在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财运旺旺来哦。